鬼机灵在什么关头？我们欢迎县长。那现场还找带领着我们的村长们，以及竹花乡代表会的主席竹女林竹。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的彰化县竹塘乡卫生所暨长照，还有周边的一些堂主来塑造我们一个区域性的特性特色哈，让它符合健康促进。卫教市长提供我们周边社区居民那个卫生医疗的一个服务，完善的一个卫生医疗，那提供未来周边居民的一个托婴的及育儿的一个游戏的活动空间的委外经营，那可以提供社区一个年长者一个自建照顾服务，来减轻我们现在未来是提供一个社区一个集会的一个场所。那接着我们就到来到咱德平乡来看咱的这个整合式的社福大楼，首先感谢咱公所提供给咱这么好的这个土地吼，那这呢未来是地下一楼、地上五楼，那总面积是894平哦。那直接感谢中央补助给咱7120多万，那县政府家己提出6100多万，所以伊的建设总经费是1300多万。那目前已经到要收煞的这个部分，那后壁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装潢，就会使提供给咱乡亲共同来使用。一楼、二楼是咱的这个卫生所，甲不老健身房的空间；三四楼是咱的这个育婴中心，甲咱的这个亲子馆。那四楼部分做咱的日照中心，五楼就是做咱的这个社区活动中心，让咱的长辈在遮啊会使有搁较开阔的这个活动空间。那伫遮再次感谢所有的工作同仁，大家也辛苦吼。那希望期待讲较紧来使用，让咱的乡亲为0到100岁都能够有幸福感啊。另外，当讲吼是咱德平乡乡亲大家所期待一栋大楼吼。因为咱即卖吼，这个偏乡年长者嘛侪啦吼，所以这栋以后对着因的需求是足大足大的帮忙。咱这栋吼是地下一楼、地上五楼，吼咱未来就是咱一二楼是咱的卫生所，吼三楼、四楼以后就是亲子馆，吼不老健身房，吼还有咱的一挂吼日托，吼日照，是一个足好的大楼吼。预计伫咧咱今年吼，咱即个8月吼，也是咱即个月会先来竣工。咱嘛希望讲吼，日后咱即个吼工程会当尽快，咱德平乡乡亲吼日后来享用着吼，来这栋大楼以后对着咱德平乡亲会大大的帮忙。要睁大你的眼睛，好了吗？乐业，乐业。